然咗都好耐，咁而家佢終於都出品咗，好得我開心啦！但係起碼第一次，咁樣自己唔好嚟唱。係啊，一直都非常感恩啊，因為我這首歌的反應都挺好，而且去了在這個音樂的流行榜就是下載的第一名，我覺得很開心啦，因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唱的歌可以在流行榜去上到第一名的，我就是想尽力唱好自己的歌，然后受到人的认同，而且反正所有另外的东西都是 bonus。咁啊，公开宣传嘅歌机会少咗，咩方法宣传自己？除了在电台以外啦，还有跟在 TVB 里面宣传以外啦，就是自己在网上尽量去 post 多一点，而且叫朋友 share 我的新歌，而且我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看到一些音乐的 app 里面有人可以在电话里面唱 K 的吗？那我听到一些人唱，我觉得如果他们唱得好的话，我会转发他们的。会的，就是我跟他敲风说好了，就是过一两个星期去那边直播一下，他唱我的新歌，我唱他的新歌，因为他的这首新歌呢，我有帮他唱 demo 的。我希望这其实有一个国语版的，那我希望观众可以听一下我跟他的唱的，这样挺好玩的。而且我想听他唱我的歌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听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教一下我嘛，对不对？